在这边屋子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这里有人。对，人机啊！哎，死哪了？三楼阳台。哎，你不说这楼有762吗 ？M762 吗？有啊。哦，他捡了。我捡了。消音还有没人要的？我要。啊哈！小怪死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动啊，兄弟？稍微跑，太瘦了。我这有个机甲。哦，我有了，有了。我看到人了，190，岗亭，两个人，打得贼强。好像大哥把他抱走了。刚刚的墙是不是大哥打？刚刚墙是你打的吗？就对面有个人被抱走了。那你就是大哥。瞬移啊！我操，这个逼在瞬移，我是啊，是在瞬移啊，我看到也是在瞬移啊，他在原地冲刺打我，好难打。这游戏太难玩了。大哥把他关了，妈的，大哥开一把关一把的，我操！也是，把他吓得关了。刚刚说我刷微博，其实是我关一下，我刷微博，我关一下。冲到前面去了，贼强！他知道前面没有，跟他走。哦，他对着空投冲过去了，好像。贼强！我操！是。要不要趁他拿空投的时候把他给弄死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WM。AWM。下面还有个窝子，我说我还有一个空投，没有舔过，应该这两个都没有舔过，一个是 AWM， 我的，哎，我拿到了，嘿嘿嘿，我拿到了。消音啊，你拿着吧。
哥怎么不打了？被吓跑了。哎，你是不是上一把那个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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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我上把我没吃鸡，我去刷微博刷微博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我，我没有我不是，别乱说，上把我没吃鸡，我不是我没有，别乱说。我想上这个山呢，有谁要跟我上吗？也是，大哥不是我也不想上。架不到，右边也在打我。没人去救他。我操，贼强这个大哥，在哪里啊？我操，这么顶的！这个狗外挂，我操！贼逗这位。他怎么不退的这个人？二打一，完了，对面也是挂，惨了。可不可以再举报队友的？应该不能举报他，我还想再举报他一次。哎，他们直接，直接结束，没爽。我操！我会不会被封号？我操！不会的，杀一次不会被封。他是就一个人举报，怎么可能封啊？最多他一个人举报你，晚上再说吧。可以可以。妈的！他要不心虚，他也不会不承认他上把七级，他绝对是开了。对，他绝对是开了。直接说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我不认三零，他妈的，还好去查了小黑盒，确认就是这个人。这他妈也能排到一起的，这运，
运气，这也能排到一起的，太有意思了，我操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。